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设计师豪哥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啊，本来要去拍一个我们最近劳务翻修的一个案子的一个开箱影片，但那个礼拜刚好我好像应该是感冒吧，整个礼拜喉咙都没有声音，所以就突然灵机一动，就拍了一个类似这种一镜到底的沉浸式的开箱。那一样，我们等一下影片呢会先把这个老屋它原本的样貌先放出来给大家看，然后我们改造过后的样貌，然后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会放上这次整个装修的费用。 OK， 我们敬请期待，拜拜。